一直非常佩服我们昭伟哦，是一个标准的多才多艺的客家女性呢、哦。我自己，我上一次跟主委交换过心得啦，因为我，小时候是在一个比较歧视客家文化的这个宜兰哈，所以我的母亲不敢跟我讲台客家话哈，但是再怎么样，我的身上流的绝对是客家人的基因哈。包括我现在戴着口罩，我觉得呼吸困难，因为我有客家人特殊的小血球症哈，我的红血球大概只有正常人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二大，连我的儿子都这样子不用当兵了哈，所以即使这样，我还是非常非常关心客家文化，因为血是这客家人的血就留在我的身上哈。